哎，翠霞老师，哎，刚刚看过了五位这个歌手的演唱，你觉得他们唱得好还是我唱得好？啊，不是，你觉得他们唱得好不好？我觉得他们很好，他那个夏慧的组给我带来我的组的压力。对，哪一个最特殊？你觉得？其实各有各的特色，我觉得每一位都很好。就差不多都没有特殊的，你这样意思是说不好？不是，他们都很好。是，我是觉得接下来就是看在累计分的那个环节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大家都尽力了，我是觉得只要尽力就是最好了。是，所以这场比赛是非常精彩的，很精彩。现场的朋友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欢迎这位样貌跟穿着都非常有东洋味的参赛者。编号六的冯雪莲带来蔡淳佳的歌曲《陪我看日出》。Sad